他是歌手四，重磅来袭，四位歌手谁主沉浮？有请第一位竞演歌手张信哲。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，让胆小的你在黑夜中也会有个依靠。就算有一天爱会变少，人会变老，就算没告诉过你，也知道下辈子还要和你遇到。第二位竞演歌手徐佳莹。第三位竞演歌手容祖儿。仍能让耳边天清气朗。第四位竞演歌手黄致列。